我是 FacePalm 樂隊的 Raymond 主音。咁多數的歌咧都係我同埋吉他佬阿聰一起寫的。咁我的創作靈感咧其實都係源自於生活嘅。咁多數都係講翻自己的故事啦。咁一般都是講啲愛情故事，因為其實成立樂隊的時候是我最迷失的時候嚟嘅，又失戀又成嗰啲咩，辭咗份工就去夾 band， 咁啊好迷失的時候咧，咁啊諗，我可以寫啲關於自己的故事喎，咁就不如用一啲好開心的tune 去到，但係講一啲好唔開心的一啲故事啦。咁所以亦都 relate to 音樂無界限嗰方面啦，就係、是、雖然音樂係嚟去去都係嗰個 tempo。都是那幾個音，但是好像一張白紙，有個空間给我們去到任我們繪畫的時候，就是我們發揮創意的時候，就是我們最 free 的時候了。關於未來動向的方面，我們很珍惜時間，一有時間的話都會去到創作的，但是就沒有特別要去 為創作而創作咯，只要我有一個我想講的故事，那我就會寫一首歌去表達我自己了。未來都希望可以儲夠歌啦，咁可以出一隻自己嘅專輯嘅。犯在追，成日對熱情浪漫伴侶。